题目55，开启新档，不使用内定样板档，使用公制样板档，建立实体特征，挤出深度行为，双向50，定义草图平面，选择前基准面，参考平面选择 top， 方向左边，绘制草图。标注尺寸，修改尺寸，建立轴点，选择 Sketch 底下的轴点，放置线段的终点，切换立体，预览，确定，建立圆角特征，点选两个边，按右键Full Round 全圆角，点选两个边，按右键 Full Round 全圆角，确定，建立圆角半径15，第一边第二个边确定，建立圆角特征半径18，点选边，按右键变化圆角，点选白点增加半径，拖曳控制点修改半径值10，点选白点增加半径，拖曳控制点到指定的位置，半径值5，点选白点增加半径，拖曳控制点修改半径值，增加半径，拖曳控制点预览，确定，建立圆角特征，半径值18，点选边界，按右键
变化圆角，点选白点，增加半径值，修改半径，增加半径，脱曳控制点，半径值5，增加半径值，脱曳控制点，半径值10，增加半径值，脱曳控制点到指定的位置，修改半径5，预览，确定，建立除料特征，旋转除料，场位平面选择全基准面，绘制草图，标注尺寸，修改尺寸，确定。除料方向，预览，确定，切换立体，建立圆角特征，半径3，点选边线1，按住 Ctrl 键2 3，预览，确定，建立薄壳特征，薄壳厚度2，点选移除面，预览，确定，